哎，那个安全那个什么手刹车。拉着手刹车在开吗？对，他睡醒了，然后后面冒烟了。放心了、啊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是黑鬼东的儿子。你了解吗？后面太晃了。我也还好。65的快速车，右边还是左边？往南，右边。不要跟吃那个聊天。快点！右转啊！还有，小心！哎，那个是我先开。不用。你要先吃早餐。我不饿，我早上吃。哎、欸，那个安全那个什么手刹车。哎、欸、哥，你刚他睡一点点，是拉着手刹车在开吗？对，他睡一点点，然后后面冒烟了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这个没有那个电池手刹车啦，不是说踩了就解除。那一人哥，你自己如果开车的话，你会是开很快的？我啊，现在小朋友怎么开快？怎么样？如果你一个人呢？哦，一个人呢？会，会，也不会超快的那种啊。哎、欸，就是泰山哦。泰山日。哎、欸，就是泰山哦。泰山日。这边路有人搞，会搞错。对啊，很容易啊。怎么是觉得摇晃？放心啊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是黑鬼东的儿子。你了解吗？他的开车他是不会有刹车线。不然太晃了。不会，还好。65的快速公路起点。OK。但前面会有过河的地方，会不会还会飞的？对。一直走就对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有个声音？冷气吗？冷气。因为你。还是可以做一个节奏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这边如果关掉，后面就会叫。应该不关这边事，它就是前面，它后面的是多少？哦，这都是找对啊，我车手。哇，太你不要讲到关键字。只要黑人哥手上有方向盘，没有慢这个事，不用急，油门轻踩。因为听到宪哥他上车之前，他就先讲一个很关键的话，注意安全，好，没问题，慢慢来，没有时间压力。好的，所以他看到黑人哥要开，他应该是就稍微的提醒一下。车往右边还是左边？往南，右边。不要跟吃那个聊天。好就因为一个赛车手他就要专注的，他要回山里耶。他要专注，果然是在香港生活过的男人，很急啊。对啊，通常三秒必争。对，开车都会。尬。上身了。我仍有美败，非常了解，不想一次只输一秒被看大，看后镜中便能愉快，你渐变小我强大。哎、欸，最近路上是蛮多苦辣的，超多苦辣的。没有，我觉得是这个车子的避震器没有很好。太软了，有，因为其实 A 哥一直有在闪，对，先冷气，这群人车都开太好，是不是？他应该是从咖啡就开始闲了。哎，其实我真的很不喜欢喝那种。对，没有热的，对，对，哦，对，那咖啡怎么冷掉？不能喝啊！哎、欸，毕竟人家是第二季的优胜者，他有权讲话，是吧？不是录了三季，他的本性开始喷出来。对，早就了解他了，好不好？拜托，拜托，他接下来要嫌什么？我再试试看，再看可以嫌的。怎么没有带助理啊？有啊，还是脸啊。我已经护好我的组织了。我的门，我刚下去了，我刚肉身就下去了，保护达哥了。